在奉三一神的名字开始今日的崇拜，请会众起立。请听宣告。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而我哋咧用我哋嘅歌声去将荣耀、颂赞都归俾全地至高嘅神。没错，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罪受害，
着新的生命，付上了沉重的赎价。耶稣基督这样做都是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。现在呢，请先听敬拜队唱出以下诗歌，大家呢可以先安静去回想神呢是怎样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祂是怎样让我们重新得着盼望。让每颗心专一地朝见你，耶稣永活真神，你是圣洁尊贵，满有荣光，来高歌赞美，你的救赎大能。
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信心去宣告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